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番茄 Yuri。今天我们要回到录制记忆完美展现，希望今天我可以把附加游戏，也就是奖励关卡也玩完了，还蛮卡的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我最近已经隔很久没有玩解谜游戏，有点抓不到它的。它没有画，哦，好，它有画面了。这个是什么？看上去就像是某种密码。是这个顺序吗？哦，圆形缺口，可是我们现在这样做是没有用的。我可以肯定我已经离开，我已经离凤凰之泉不远了。远古的玉力量据说能满足我一切的愿望，我可以感受到它，我离它很近了，也许就在桥的前面。我要尝试通过这座桥找到位于桥对面的泉水，然后马上就会变得富可敌国，富有且强大。我在神坛的附近找到了这枚价值连城的浮雕，尽管在这些事了结之后，钱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，但谁又会觉得钱太多了呢？但很奇怪的是，这放浮雕似乎能与某种力量产生共振，我似乎能听见它从表面发出的低鸣。供奉祭品的地方，这个吗？然后嘞，好。May the flame lilies brighten up your darkest moments. 让湖百合点亮你生命最暗淡的时刻。接下来是什么？好，他已经提示我们了，应该就跟刚刚一样点。然后把凤凰浮雕放进去。哦呦！May the stone mushrooms give you the strength to overcome fear. 让石蘑菇赐予你克服恐惧的勇气。再最后一个。这。好，五个。放进去，结束了吗？ May the smoke shrub roots give vitality to you and your loved ones. 让灌木根部带给你所爱的人精气跟活力。任务达成。Rise from the darkness like a phoenix. Step into the light and follow your heart. 我要怎么离开啊？啊！哎，我们回来了。但愿我还来得及。哇塞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，打破我的家。他说你也太冥顽不灵了吧。我当然冥顽不灵，不然我要怎么救我女儿？ It's time to put your commitment to the test. 来啊，要考验我的决心是吧？来来来。
我们要跟他打架。我要坚强。谜题性质，所以我知道点一样的。OK。OK。OK， 现在。这对我来说其实还蛮困难的，就是我没办法看这么快。God， 怎么越来越复杂？我需要一点帮助，我觉得。不是那个吗？他看起来很像啊。还有一个在哪里？起码要少一只吧。反正主角威能不会死啦。哦，按错了。不是，靠！啊，我怎么找不到啊？我觉得我眼睛脱窗了。它是一个三角形，完好的，完好三角形。哦，我找到了。吓死人了。我们改变他的结局了，真好。可是我眼睛真的是很糟，我觉得。很开心我们结束了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又结束他的奖励关卡了。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呢，可以帮我点个喜欢，那希望你可以给我多一些鼓励，让我可以在解谜游戏或玩其他游戏可以更顺利。那有想说的话可以在下方留言哦，那也可以推荐我游戏。我最近重新排成我的游戏时间，所以你要推荐游戏就要快。那最后记得要订阅频道哦，我们下一集再见，我是番茄尤里，大家拜拜。